有人来过我办公室？没有啊，我一直在这里。你等一下。喂，新长。行，那我们一会儿见。来来来，给你们看看我这办公室装修的怎么样。哎呀，钱不用来是花的吗？以后带你们吃香的喝辣的。敢骗我？秘书，当然有秘书了。回来。梁总，对不起啊。道歉？我看你是不想做了吧。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，梁总，对不起。儿啊，钱老爸收到了，这下你妈就能安心治病了。老二啦，在外面要照顾好身体呀。新总那边都安排好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郑总。成长的路上有几经曲折，我以汗水浇灌梦想花朵，任凭谁冷眼。